猛龙队4-2战胜五星勇士，夺得舰队25年来的第一个总冠军。刚到队半年的伦纳德获得翻转冠军。多伦多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，在菲利普斯广场，也就是多伦多市政府广场，200万加拿大球迷与猛龙队开始庆祝夺冠。伦纳德告诉球迷要 enjoy this time。随后现场响起了 MVP 的欢声，来庆祝这位新科 MVP 的当选。随后现场还演奏了维阿的专辑的歌曲，气氛达到了最嗨，所有猛龙球员与赶来的球迷共同高唱这首歌曲。不过呢，悲剧随后发生了，现场传出枪声，球迷四散奔逃，警员发现有2名市民被枪打伤，还有多名市民因为踩踏和摔倒受伤。进行简单的救治之后呢，警方将这个区域疏散了。随后警方通过检查发现2名嫌疑人以及他们的武器。队的夺冠呢，庆典以这种方式很尴尬的结束了。